刚才更有意思，有个人说我这个小地图跟我摄像头中间有条缝，我操！准备。我估计上一把他难受一整场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急如风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这把也有，我已经调过了，如果还有那我也没办法，那你也只能憋一憋了。是是是，现在还有，现在没有了，哪还有了，现在这就是最好的了。全军出击，这是他的边儿。这边也在边上呢，均衡，存乎万物之间。哪去了？谁把我的 Q 设成不是智能释放啊？拔地而起的诅咒。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。这个眼儿挺烦的，这个眼儿可以让小兵有视野。罪业的胜利。我感觉打他我应该带一个萃取。急如风。哎呀，哎，这也能砸着我。是是是，老宇会记住的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准备。真敢上啊！弟弟，穿进了冷冰。稳住！均衡，回家了。直接，你不传送吗？可以回家萃取了，可以来个萃取吧，打他。我们上吧。不懂就问，为什么掘墓一击出门洪水晶？那你得问他，问我没用啊。你问呗。是是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说没必要，这有啥没必要的？可以。感受他的拉扯吧。我叶哥来了，电你！萦绕于你的不洁力，他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！我操！这佛爷哥头真硬啊，我就喜欢这些头硬的小伙子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骗你收兵加收人，全剩一身血，我靠！回家伏敌了。必须拉下去。稳住！来个皮牌加发电机。这把可以狗头呀，有永动机呀。我没选狗头，肯定是因为他掘墓人是后选，知道吗？肯定是。要不然有这机会，我指定不能放弃。肯定是因为我先选的英雄，他再选英雄。要利用好暗影。我忘了，不可能。我看见那鱿鱼跟狗头人，不是狗头人呐，跟掘墓人，那就像狗见到了骨头一样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把你老婆给你电死！哎，这都扣歪来！哎呦，你呀万岁！急如风。你还给这掘墓人还整一个，还整个峡谷先锋呢？必须挖下去。啊？怎么瞬移了呢？
放哪去了？峡谷先锋放中路去了。对了，我一看那个掘墓人放中路峡谷先锋，我告诉你们，那把我那个巨魔，我为什么不把峡谷先锋放中路吃塔皮啊？因为我巨魔的目的是为了拆塔，你知道吧？塔如果我撞不没的话，我放峡谷先锋对于我来说其实相当于没有意义。所以中路五层塔皮我没有吃，我如果能把中路塔直接拆没，那我吃可以，但是我没吃，吃不掉五层塔皮，吃不到，所以我就往上走了啊，我去上路把塔皮吃了，然后正好顺便把塔推了，正好还能放个二塔，明白了吗？十八个兵差三波，再吃三波吧。准备。你看，就在我说完以后，还说我狡辩，这些人那放屁，放屁的这种人。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那就没办法了。喂，闪慢了，闪的再快点好，闪的再快点，这个福爷哥就可以杀了，没太玩好。主要是有个红惩戒，这红惩戒太烦人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哟，塞拉西零六二。要逼用好暗影，永恒之环。这人怎么不太聪明的样子？ Dominating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使用这些才能作为特色。哎，烦死了！哎，救救！哎，这也能扎着我啊？剑圣死了！剑圣杀了一个，可以接受。上把剑圣吗？不是，皮肤一样，但是人不一样。均衡，存乎万物之间。
said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上吧。推推棒怎么不用？你自己回放一下，你就知道我为啥不用。死了吗？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急如风。谢谢你的美甲窃魂卷。决定出一本鬼书。影燕这对面没啥盾呢，海南出鬼书干嘛？鬼书塞拉西。那什么吗？佛爷哥吗？这不都鬼血英雄吗？来本鬼书呗。再见了，寂寞。哎，就个闪吧。这查克拉不够，是真烦人呐。得要个蓝 buff。我的查克拉不够了。我们上吧。下瘾是这样子的，下不下瘾他没蓝 buff 那肯定是不行。我来了。我电！为什么这个扣能撇歪了呢？我们现在就差积木没杀过了吧？对，积木没杀过，去杀波积木。聚恒，存乎万物之间。我来了，积木。
耗点炎，灵光披风剑。用个虚弱，我的虚区虚弱是没用的。走位走位走位，哎呦，炸糊了。他不往前移，他往斜着移，这塞拉西的E技能可歪了，不走位好了，他这E可歪了，这人可菜了。他预判了我的预判，他要是会预判，他就不能二杠十二。聚恒，存乎万物之间。先拆吧啊！耶！有蘑菇！哎呀，快救救，快救救！有蘑菇，我靠！剑圣给我杀！我剑圣杀疯了，这不拿个喷打？哎呀！开冰营吗？抠过去确实是有机会呀、啊，他直接抠过去，那积木就死了，躲个自盲就完事了。为啥这积木装备这么好呢？两件套，我才四件半。他三杠九，我也没有赏金。我们上吧。炸弹人就可烦人了啊！你们别杀我！给我毒死了！我靠！那大面具，蓝莲汉的苦楚，给我给毒死了。这俩人打野打得挺欢乐呀，我先出个影焰吧，反正这出门估计也就一波了，换不了啥装。急如风，我这个蓝 buff 老让谁给拿了呢，一整就没了。
鞋。该出击了。这个铁怎么老偷东西呢？准备。现在凯南有个 bug， 什么 bug 呢？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就是首先我先把这个炮车啊给它放一个电，看啊，先电一下炮车，然后我扣一下这个小兵，等一下啊，均衡存乎万物之间，一会儿再演示，现在没演示好。就是搁多远你都能电着，能理解不？我们上他！你看，我扣一下这个兵，这一个扣就死了呢。怎么演示一遍呢？用三狼跟蛤蟆演示一遍。啊，用三狼跟蛤蟆演示一遍。等三狼刷新了啊，好，先扣一下蛤蟆，然后呢再扣一下三狼，我搁这儿一个电哟，怎么不对啊，不对，距离有点远了，有点太远了，再来一遍，你看我 W 的距离不是这么近吗？电哟，又没电着，是再电一遍，嗯，刚才怎么好死了呢？不对，你看搁这么远都能电着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看不看着？电搁这么远都能电着，你看着吗？但是我的距离只有这么近，看着没？时刻要来临了，电瞅着没？应该是有多少码？你看我搁这儿都能电着那蛤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这儿，我刚才在这儿，那蛤蟆在这儿，我这 W 的范围就这么大。这不是导电吗？以前好像是不行，现在行。